就不愿意接受女生。穿着西装的蔡姓男子浑身酒味，警方到场拿出酒测仪器，但他却拒测。愿不愿意？我想买刀。我就给你告诉第三遍哦。谢谢，谢谢。蔡姓男子态度坚持，远警后来直接将他送医抽血检验酒精浓度。原来蔡姓男子1月30号晚间酒后开车行经台南市西门路，与两辆机车擦撞，造成一名骑士右小腿擦伤，但他没停车，还加速逃逸。来救我家，救我家，金马，金马很金马，对啊。路口监视器拍下，当时两位目击民众见义勇为，马上骑机车追赶，将蔡姓男子拦下。没想到他下车。